试一下这个闭幕式的致辞。哎，还不是闭幕式，纽约西啊，纽约西的这个闭幕式啊，新泽西的任务，鼓掌鼓掌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这是最重要的，第一个最重要要感谢。从曹老师到张老师到各位同学们的大力支持，没有你们，你知道我们这个音乐会是怎么样，是吧，江鹏？对对对对，没有你们，我们这音乐会就垮台了啊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呢，就是最重要的原因。哎，荷兰语是呀呀呀呀，呀呀，但是荷兰语不是英语，呀呀呀。所以最重要的一个，我还真是讲的是，衷心感谢各位的光临。我们到Princeton， 到我们新的，甭管是逛帽啊，还是逛这个 outlet 呀，那都是愉快的旅途中间的一部分。但是最重要、最精彩的，实际上是各位的在这两天的这个音乐会上面的出色表现。这个特别要祝贺各位，每一位都是非常棒，一点没给你们老师丢脸。我看的也是，心里是特别高兴，因为。毕竟是我把你们请来的，对吧？哎呀，我觉得脸上特有光彩，特有光彩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就我们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江鹏，哎，优秀的博士生，优秀博士生，因为我自己把你们请来的，你看看，我这脸上。